突然哦破门而入哦，他们一坐下来哦，五个女生叫个五碗牛肉面，我已经进去包厢三十分钟，唱不到我的歌了哦，好不容易我的歌出来了，谁呀？他就给我切掉。我讲你那种跑团妹啦，就是我们唱得好好的，突然跑团妹。对对对，跑团妹，跑团妹术语。跑团妹啊，我们那个男生之间对他们的定义就是这样啊。就是你不认识他们，但他是跑团，他就突然哦破门而入哦，他们一坐下来哦，五个女生叫个五碗牛肉面。对对对。跑他就叫，不是我不认识，是没有人认识，就在你的包厢里，然后叫牛肉面，真的。Over order 完五碗牛肉面呢，他们一定坐到电脑前面，对，哒哒哒哒哒开始点歌，点歌。我已经哦，我已经进去包厢三十分钟，唱不到我的歌了哦，好不容易我的歌出来了，那个哒哒，那个把悲伤留给自己嘛，哒哒哒哒，谁呀？他就给我切掉。他们吃完牛肉面，一个人各唱三首歌以后呢，就走了。哎，又跟蝗虫一样，咻就飞走了。那他至少有没有陪你们玩 ，like 喝酒啊？哎，他也会，也会喝啊，也会啦，也会说哥哥，哎，他不知道你是谁嘛？哥哥，他说哥哥跟你喝一杯。这好夸张，没有看过这种。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些女生到底肚子有多饿？因为他们每一次去都会说我要吃牛肉面，我想说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吃？他们好爱吃牛肉面，对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去林东方啊？他们要自己花钱，他只要在钱柜就不用自己花钱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